如果伊阿里哈可以帮我找到当日那个关员，当日那个官员，我准备返回去。我是那个敬礼的官员，深圳湾海关官员钟超。没有想到陈警官还记得我当时那个敬礼，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，收到一份这样的感动，对我自身来说也特别有意义。陈警官在我当值那天通关。 想到了香港警察的忠诚勇毅，想到了他们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。作为纪律部队的一员，我感同身受。为了表达支持，也是出于我内心的一种敬佩之情，我给陈警官敬了一个礼。我希望，也相信未来能有机会和陈警官见面。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。 香港明天一定会更好，我们一起加油！